当然，你不用，我只想跟迪娃拍。回去吃你的小尿布吧，卤蛇！呀！哦，你疯了吗？不好意思，他很不受控，马上发布全面通缉，白种人约50岁，绝不能让他离开机场，明白吗？ 让我出去，我不能呼吸。哦，我是绝对不进笼子的。照这样看来，我们连搭飞机都免了。小姐，您的猫没事。哇，你蛮胖的。再说一次，你很胖。你给我等着。我这哪叫胖啊？拜托，这是肉感，是时尚前卫的化身，这叫性感好吗？ 但得先避开警察，可以吗？他跑，不然你就变成老鹰的大餐了。他感觉有点怪。怎么了？从刚才到现在，你都没赞美我。嗯，我的胡须啦、鬃毛，还有臀部，你不惊讶吗？不，用爪子刹车。还好吗？我的猫，他是坏人，快跟我走。 快呀，快跳！不行，太高了。真正的猫着陆时，双脚会先着地。你真的不是猫哎！